处事待人接物用真心，决定不吃亏。为什么？我们想到极乐世界去啊，用偏心、邪心、不善的心与三恶道相应，决定不能干。现在能占一点便宜，来生三恶道去了，吃大亏呀！我用诚心诚意待人接物，他骗我，我不骗他。他欺负我，我尊敬他。久久我占便宜，我念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跟阿弥陀佛相应，决定跟三恶道是相违背，这不相应啊！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众生他搞轮回呀，我不搞轮回。信愿持名，就是本经上所说的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我们走这个路，这是一条康庄大道，成佛之道。我们走这个路，牺牲奉献，成就